起来讲解研究中观论说。那上一堂课呢，我们已经进入到讲第二品来去品。是佛法的基础，它并不是很独特，或者是所谓的很异类的佛法的诠释，并不是，它是佛法的基础学，也是佛法的直见。换句话说，每一位修行者，假如缺少了这一份的直见，想要获得究竟解脱，无由是处，不可能啊。那为什么我们要特别一直跟各位来讲解中观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呢？基本上中观呢是在破我们很多的妄想执着，就好像早上跟各位讲解圆觉经的时候，我们说是弥菩萨所谈到的无明。什么是无明？无明就像空中花，无明就如空中花，如水中月。空中花水中的本来就没有的，可是为什么会有无明？是因为妄想执取而有了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我们称它为无明。假如我们心中无有妄想执取，就没有所谓的无明。可是如何不妄想执取？那就要中观了，就要有正确的知见。可是什么叫正确的知见？我们往往会把那个知见呢，只是一个人的想法，我们妄执为知见，妄执为正确的知见。就好比这个我们这个民间小说不是有《西游记》吗？《西游记》基本上以前是为了要说明玄奘大师取经的种种的辛苦过程，那为了让它更生动，更能够深入民心，因为当时的百姓认识字的不多了，你要他读《西游记》恐怕不容易了。可是因为了能够让大唐玄奘大师取经的整个的因缘过程呢，带动佛法的思维，那就开始怎么样？有了玄奘大师，有了孙悟空。孙悟空是哪里来的？这套表扬，这套表扬。可是他已经在民间已经可以说是流传很多。我们也会把这个齐天大圣哦，这孙悟空哦，把他当为怎么样真实？那基本上他已经告诉我，他的名字叫什么？悟空啊，悟空啊。深入一切法本空，这个是不真实的。就不真实是就逃不可能会生气啊，就逃不可能会生气，再搞出来就逃不生气，上面窘出来。但是为什么要说明这个妄执？若心中有种种妄执，就有贪嗔痴。所以从孙悟空啊、猪八戒啊、三无尽这三个人是代表我们心中的三毒。这三毒从哪里？妄执本一切法本质不生，是妄执所生，妄执所生故有贪嗔痴。所以为了来说明心中的贪嗔痴，所以呢以这三个为人物来作为代表性。其实这三个代表性，心中若不再执取，就没了吗？好，那在中观里，我们要比较，我们在佛法的一个学习过程里面，因为很多的思维习惯我们还比较不熟悉，因此在逻辑上
都需要稍微再分析一下。很多在我们日常生活，我们觉得很习惯的、很自然的，基本上那个很习惯、很自然，恰恰好是我们的执着。我们把那个执着当成真的，当成真的。好，那要在进入第二品之前呢，我们再先把第二品的去的一个概念呢，先跟各位再做个讲解。等下进入课程的时候，将会回上是阿弥陀佛开哦，我这个那个哦。我想中观哦，对佛法还头脑还很清楚，一上中观了，该先拍开，该先用敲不敲击的吼，发扬安尼，爱对佛法嘛，还对正常哦。结果刚好我来打中观，跟刚刚去敲不赶快，我们急着跑掉了，去给医生脊椎的这个敲后得了不了，哎，敲后是正常啊，得了不了，一个恢复原来的人嘛，着急的赶快。巧后一段时间，那有时候在上中啊，就是也让人瞧瞧的，哎，一寡骨头走的、肌肉走的，巧后也正常啊，对。你若要搁保持一个健康的姿势，赶快照镜啊。咱也做一寡视频，伫这个读中观的时候把它打掉了，就是哎觉得很好，是吧？一回去又会变脸了，还要再来什么？瞧瞧，所以你每天摆个这瞧瞧，很正常啊。听我好，来了解一下去，去有去则、去时、去法，这三个可不可以分开？去则是人，这时间，这是方法、动作。这三个可不可以独立存在？去者是因有去法而说去者，那去者在动作的当下，我们把这个时间称为什么？去时，就运动的时间，动作的时间。所以因有一个人在动作的那个当下，我们称哦，比如说我在打球，在打球的当下就具足了打球的人。打球的游戏内容，打球的时间，所以这三者，假如任何一个一分开，就不能成立了，就是嘛，叫做人法的嘛，相待而成。人法是相待而成，假如各自独立存在，有没有一个独立的去法、独立的去时、独立的去者，可不可以各自独立存在？不可能。这三者是不可能独立存在，若三者可以独立存在，这三者就各有自己相，若三者各有自己相，去者恒去，去者恒去，就是运动的人永远不会休息，不会停下来，打球一直打的，哇，那个跟孔安一样，不可能嘛，去者的实体就不可能停止嘛，我们知道实体就不可能停止，若能停止就无有实体相。那为什么要谈这个去？为什么在中国你们要谈这个去？我们一开始是谈什么？这个所谓的因缘法嘛，因缘法在谈不依不异的，谈因果的嘛。所以八部中道，谈这个不生不灭的，谈不依不异，不长不断，不来不出。所以在这第二品要谈不来不出，也就是不来不去，不来不去就是谈为什么我们会在现象界感觉到有来有去。公天老师讲的一句，该可能是你名义，无来无去无代志，啊，咱就是来来去去，全代志啊。众生的计较来计较去，你安怎对待我，我就安怎对待你。你的来来去去的过程内底产生了足侪烦恼，拢因为来去的执着相。执着有一个来，执着有一个去，执着有来，执着有去，就产生了种种烦恼，产生种种妄想执着。因此呢，我们要很正确去了解来去相是从何而生，就要正观缘起。正观缘起就正见缘起。当我在谈去者的时候，同时是具足了去时去法。
不管这三个我同时讲哪一个，我讲去法也同时具足去实跟去者，我不可能同时要讲去舍、去法、去实，同一个时间我可以把三个名词讲出来吗？我一定要分开讲，去者、去法、去实，我可不可能同时要把这三个 一次讲出来？可不可能？不可能啊！所以分别说，但是要讲，我讲去者，基本上相对待而止，去者的当下包含了去法、去实，才有去者的成立，可不可能独立存在？不可能，不可能。所以要先了解到这个概念。我们现在在思维上是有把它切，在解释上把它切割，事实上呢是不可分别的。那第二这一品呢，要破我们的一切法的实有相。有些人就是从哪去者有去法，去者有去法，这个这三者是什么？人法相待而成，不是怎么各自独立存在。不是三者各自独立的实体并在一起，实体是不可变，是因无自性才可变。若一切法有其自性相，是不可变，因无自性才可变。这个我们现在先去做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思维哈。有时候在讲中观或者在讲这些大乘，有时候我的语速会很快。我都尽量要把它控制稍微慢一点，可是真的有点难度吧。你把它放在尾巴吹了哟，然后那个巧手啊，那时候都要仔细的听哈，仔细的听。他听不懂可以问，到底是哪一个环节比较不了解，那我会再换半角度稍微再思维一下。那这个你跟我们平常的一个思维啊，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有很多的不一样啊。因为要破我们执着，那这个有一个好处啊，会让我们比较了解到，原来我们执着处就在我们的生活细节上啊，我们不自知的就满足啊，很不自知的就满足啊。还有它的很精彩的地方，我们看到八十四字。一开始呢，龙树菩萨就确立了一个。不来不去，哦，八十四页这里啊，前面这里我们就这个很多的解释我们就不多谈了，我们直接谈到论，这个是颂文啊，颂文里面来谈。那这个有大概分了三个角度来说明，一个是时间相，一个是同意相，一个是从定不定相，哦，来去做说明，一个是从时间相，三十。这个是从统一，这一品的计算蛮多的啦。但我们大概分为这三个部分：一个从时间向，三个时间，就过去、现在、未来。哦，过去、现在、未来。那另一个是统一。同一到底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去破实有的自体相，破我们的执着。这是从定不定，若一切法有定向，定向不可改变，要么定，要么不定。从这三个的角度，去彻底的了解到一切法无自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真品啊，蛮精彩的。我觉得是蛮精彩，蛮活泼的啊！读得通就觉得很活泼，读不通的话，做好美好哎。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一定美好，实际上不是哈，就是告诉我们很合理的去分析我们的思维，很合理的去了解到我们的盲点在哪里，把那个盲点拿掉，那就不会执着了。好，第一颂呢，八十四页这里啊，八十四页，哦，这个讲义都有吧哈。好，一开始呢，龙树菩萨他讲已去，已就是已经完成了嘛，动作，这个动作已经完成，已去就是已经完成了这个动作，
已去已去无有去，你已经打球，你比如说你打球，打球已经结束，还会不会再打球？我打了，你刚刚去哪里？我刚刚去打球，刚刚去打球代表你已经打球这个动作已经怎么样？已经怎么样？结束了，还有没有这些动作？没有，所以已去无有去，对不对？合不合理？你没听了，这我连发的，这已去无有去，这动作已经完成了。我刚刚在打球，打球已经完成了，打球已经结束，就没有在打球了。OK， 可以说已去无有去，就是动作已经完成了。已去无有去，未去亦无去。我等一下去打球，就代表你还没有怎么样，还没打球，说有没有打球的动作？没有，已经完成也没有动作，未完成也没有动作嘛，对。所以已去无有去，未去亦无去。你已去未去，去时亦无去，对不对？这个蛮精彩的哈，来。这个刚刚谈的时间线嘛。这个套句《金刚经》所说的过去心可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可不可得？过去不可得，未来不可得，那现在可不可得？为什么不可得？啊？为什么不可得？因为《金刚经》这么说，我就这么背啦，是吧？一讲就飞不过去。不是有讲，不管有没有讲，它都不存在。一切法本来是空寂性的，只是在时间向上，为了合理的说有过去、现在，我们从现在之前都是过去，从现在还没有到的都是未来。但是无有一法一直停留，所以都一直没有在停留，所以。是在概念上，事实上，我们很多的生活模式就是被时间给框住了。举个例子，你学我几年了？时间本来是要让我们反省。我下昏早年纪念，我未解脱，变小的事情，不过变到我无我来了，我你知无？变做，听懂意思吧？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被时间上给框住了。哎，你上面背分，我上面背分。要论背分，论背分，咱论的解脱。背分拢问题嘛，大多数上早一代，一拜来到台，一拜到咱中国佛教的时阵，我是第一代祖师哦，我是阿伯人尊称是第一代祖师。又来讲，我来这边做第一代祖师哦，没有。所以开悟者不会被时间线给绑住，只有那个执着者才会被时间线给绑住。我出给老婆，你知道不？出家故是代表时间上要让大家去遵守规矩，但不是要你去坏的规矩。坏的什么规矩？佛法的规矩。应该我们学佛一年、两年、三年、十年、二十年，会看到学佛的痕迹，看到学佛的成长，看到学佛的力量。反而没有，我们看到学佛的什么执着。我来这卡了过了一下哦。要展现那个时间上去压别人。这不是别的，我这跟得上，这不叫妄想执着，不然这叫什么？不然就是这样嘛。所以有没有时间相？时间是为了让我们了解生活模式，实无时间相，实无空间相。有时间相，有空间相，是因为我们心中起了妄执，而有过去、现在、未来，实无过去、现在、未来。听懂了吗？好像在绕口令嘛，对吧？这本来就是之间本来就是。有过去、现在、未来，是因为我们的心中有一个执取心，才有感觉到有过去、现在、未来。比如说，你在睡觉的时候，你躺下去睡觉，时间也一直在经过嘛。可是你醒过来的时候，你怎么很清楚是白天晚上的？那个是一起动，心中一起的念头，你就把所有的时间都把它怎么样，都在抓住了。所以
前有一个禅师，他好像听说活了160几岁，听说了啊，那禅师的名字我忘了。因为他修行很认真，他真的忘记时间，伊嘛袂记家己经历几回。有人就去甲问老师啊，你经历几回？我忘记了。你敢要相信一人一定会记得几回？有人看咱几回，咱会讲袂记，咱在讲骗，咱唔敢互知，甚至咱唔惊，咱来几回？啊，伊真正是袂记的，伊真正是袂记得几回，因为啥？伊形成习惯，伊完全唔知。不是听那个你分不清楚，是他根本就不执着年纪的大小，他只关心的我每一天每一个当下有没有认真的把它做好。所以人家问师傅，你今年几岁？忘记了。他是真的忘记，不是刻意不回答的忘记哦。心中是明跟不明嘛，明跟不明啊。好，这是礼拜天跟各位做一个说明，来。所以这部中论在谈这个三个时间，就谈过去、现在、未来，现在叫套路金刚经。过去、现在、未来，他觉得很多是跟我们生活模式很多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开展。已去、未去。实际上，运动要么开始，要么结束了，有没有中间？有没有中间？有没有我正准备？正准备就还没有。正准备是到底是已去还是未去？啊？实际上这一句颂已经早就把答案都讲好，要么已去，要么未去。有没有第三去？有没有第三个准备？没有啊，准备也叫未去了。要么已去，要么。你的活动结束了，要么活动还没有开始嘛，要么还没有开始，要么结束，对不对？活动要么开始，要么结束，还是有一个嘛，去时，就是我正在活动的当下，有没有正在活动的当下有一个去法？有没有？有没有？这个龙树主任说，去时并不去。因为已去不存在，未去不存在，怎么会有一个去时的存在呢？因为去法不可得啊，去法不可得，去法不可得就没有去者，没有去者怎么有去时呢？听我一直在去的哈，你不要把它稍微脑力激荡一下。为什么说已去无有去，未去亦无去？你已去未去，去时亦无去。因为没有去法，就没有去者，就没有去时，听懂意思吗？再讲一次，这个观念是蛮弄的，然后后面就是外道要破了，外道就是外道不是要破，外道要去合理化他的理由啦，外道要去合理化的啊。我们先把龙树图上，一开始他这一个不是要破你去的去破什么去法不可能，有没有一个去法去成立？一个去时，去时先存在还是去法先存在？请问，去时先存在还是去法先存在？啊？这就是脑力的一个思维。去时是因有去法去者而成立，所以刚刚谈到的它是什么？人法相对在有者。去法不能独立存在，去者也不能独立存在，去者更不能离开去法而有去者。去者是因有去法才有去者，所以因去者有去法才有去者，才有去的这个时间。所以去法不可得，去法不可得，哪来的有去时的存在呢？要么过去，要么未来，现在不可得啊！现在怎么可得呢？开始的时候，这个龙树图一开始就讲去法不可得，基本上谁说一开始这一部论一开始就讲去法不可得，就是代表一切法不可得，他就讲完了，外道就不服啊，抗议，外道就抗议，龙树图上你怎么抗议？你说已去不可，已去无有去，未去亦无去，
我可以接受。可是我要说，动作的当下有动作的人，我没有，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思维吧？去时中有去。我现在正在打球，有啊，有一个人现在在打球，有啊，打球的当下有一个人在打球，你怎么说没有？为什么？我眼睛看到了啊。我现在看到一个人在那里动作啊，你怎么说没有？好，我们看外道怎么去反驳这一句话。来，这一句话是龙树菩萨讲，一开始第一句“已去无有去，未去亦无去，已已去未去，去时亦无去”。这一句是龙树菩萨的一开始的核心思想，去法不可得。有外道不服，外道不服啊，外道。不服龙树菩萨的论语，他跟他辩论哈。那我们看外道怎么辩论？外道说：“哎，龙树菩萨，我看你，你说的去时中无去，哎，来看一看他的理由来，我们看。他说，动处只有去动处，就是运动活动的当下有去法嘛，哦。”所以始终有去时啊，因有动作的当下有去法，有去法就有去者，有去者就有去活动的时间啊。所以呢，外道要去成立了。外道说啊，动处则有去，动处中有去法，活动进行的当下有动作，有动作就有去者，所以呢，始终有去时啊。所以他说呢，去非以去为去，跟你讲的以去为去不一样。这外道都是外道的，这是外道哦。要知道，外道其实就是什么？我们自己很多一般的生活思考的想法。他说呢，非以去为去哦，是故去时去。所以说，去时中有去，这是外道要去成立的。他外道要去成立的理由是什么？动作的当下有去法。有去法就有去者，所以有去时，所以去时中有去，对不对？对不对？啊？我们是不是平常都这样想？活动的当下有一个人啊，有一个我，我在活动，活动的方法，对不对？我们平常都是这样思维的。外道就是认为，其实这是错的哦。外道思想，这外道的看法也是我们平常的执着，这是错的。他说。他的理论啊，动处则有去，正在进行的当下，正在进行的当下，要去确定时间的存在，要去确定去法的存在，才有确定去者的存在，才可以确定时间的存在。所以动处，他要去动处就是去的方法，活动的方法，先成立嘛。可是龙树菩萨一开始就说了，离以去未去就没有去法，哪来的去法去成立动处啊？没有去，没有动处这个实相啊。无有动，无有活动的实体嘛？没有活动的实体，哪来的时间啊？没有时间相啊！可是我们一般都会执着，活动的当下就有啊！我明明现在正在进行，你怎么说没有？龙树菩萨怎么反驳这些观念？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的境界。现象界如此，可是现象界如此是众因缘合而生，不是你说的那个动作。动处中有去，我们那个动机中有去，其实是很多的观念是怎么冲突的，是矛盾，是矛盾的。好，好，后面有视频了，我们先把这视频讲完。第二说呢是外道的论点，外道的论点是有矛盾的啊。龙树菩萨呢，他要说他的矛盾点，他说、啊。云何于去时？你为什么说去时中而怎么样？而当有去法？而你说去时中有去法呢？你为什么这样说呢？明明就没有去法了，你还要去找一个去时说有去法？听我意思吧。龙树菩萨开示的功，已去无有去，未去亦无去，所以去时中无去，就是去法不可得嘛。就跟你讲说去法不可得，你偏偏要去找一个人说怎么样？云何云？你要去找一个理由，去时的时间的动作，因有动作，所以有动作的时间，所以要去成立去法。他要用时间去成立动作的实体相。
听好不好？听懂吗？好，他说呢，云何云去使鹅般有趣法？你为什么要说因有趣的活动时间而成立活动的动作呢？若离于去法，去时不可得。离于去法，去时不可得啊！这是龙树菩萨讲，没有一个动作的方法，就没有动作的人，怎么会有动作的时间呢、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龙树菩萨的理由啊，离于去法，离开了去法，你没有在煮菜。比如说煮菜，你没有在煮菜，你总说我现在在煮菜，没有啊。离于去法，离于活动就没有去者嘛。离于活动就没有去者，离于去者就没有去死。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逻辑思维哦。这也是刚好在我们在辅导着我们在思维上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思考。我们常常会拿世间的思想理论来找这个来去向，然后起很多很多的争执。那龙树菩萨这里就教我们，若假如呢离开了去法，离开了活动的这个方法，去是不可能，因为离开了去法就没有去者，就没有去时，去的时间没有活动的时间。哦，若有去时去，假如你一直要很执着，去时中有去，是人则有过失了。有救就是有福，你有过失，这很大的过失，过失妄想执着的过失。你一直要去坚持去时中有去，那是有过失的。怎么过失呢？离去有去时，去时独去故。你要有过失，什么过失？去时独去故，独就是离开的意思，独立存在的意思，就是离开的去法。有一个独立的时间叫做运动的时间，永远不会停止的，可能吗？不可能啊。好，那待会我们先把这个偈颂讲完了，再跟各位来做一个说明啊。若去时有去，假如去时中有去法，则有两种去，会有两个人哦，则有两种去，一为去时，二为去时去。光这个经诵就好几个去了哈，那靠我练的菩萨是吧？就有两种去，一者去死，二者去死去，就两种过失了。有两种去死，有两种去法，就有两个去者，有两个去者就有起冲突，那就起冲突了啊，就起冲突。若有二去法，则有二去者，以离于去者，去法。再稍微讲解一下，就要听懂了哈。好，外道呢，龙树菩萨一开始就说：“离以去为去，去以去，以去就是动作已经完成了，以去无有去，未去还没有开始动作，未去亦无去，所以去之中亦无去。”为什么？因为去法不可得。我们一个去法，我准备什么时间要做什么？我们也会因为，我早上十点准备运动，是因为我们假设性的时间到了，有真的时间线停在那里吗？我们现在会被时间线给框住哦。当然，我们在现象上，我们跟人家约时间，那是一定要准时的啊。我们约明天几点就是几点，这是我们在生活上。那现在是从我们的思维模式之见上去了解到一个法的一个要破的是波浪的执着相，不是要坏了世间的规矩哦，不是要坏了世间的现象哦，是破我们的执取相，不是去否定时间的。时间的那个，我们跟人家约时间哦，因为大麦尊喜为什么？因为一切法不可能，不是要教你这个哦，是去破我们的执着，破我们说根深蒂固的执取心。所以为什么这个我觉得古人很有
是把时钟画成这个一个圆圈，就好像十二点圆这样，一直在那边转转转转转，钟楼柱式一直转。好，那我们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被时间给框住了。那我们要打掉的是我们的时间线，我们被时间的这个竖向，过去、现在、未来给框住了，我们被框住了。我们很多的思维习惯也都被这个时间给框住了，所以很多的执着就从这个执取心，就从这个执着相，我们从我们所说的五取运当中给产生了迷失，就很多种种的执着，就很多种种的轮回。那龙树菩萨一开始告诉我们很清楚，要去成就，告诉我们去法不可。这个中观讲不来不出，这个心经讲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垢不净。你会觉得有垢净、有染污、有清净，是哪里来的？我们起心动念而有的，时间也因我们起心动念而执取的，有时间相、有空间相，实无时间相跟空间相。实无是它的当体即空。不是要坏了这个规矩嘛？这一点要一定要先把它搞清楚。好，已去就是动作已经完成了，时间已经过去了，已去已经完成，未去还没有开始，所以离开已去未去就没有去法嘛？有没有一个去法可得？已经结束了，找不到去法，还没有开始也没有去法。你可不可能找到一个去法，说时间到了准备，时间到了那丢下去就开始怎么样在动作？没有嘛？有没有这样的？没有啊。事实上是事实是没有啊，现象界也没有啊。可是我们会觉得动作的时间，我现在在打球，我早上十点到十二点在打球，这个时间就有时间线。从这个时间线，你要先去确定时间的可得性啊，时间的实流向啊。有没有一个时间告诉时间永远停在那里的？就刚刚我们这个居士讲的，刹那一点就过去了，十点到了一点，这十点你连点都没，还没有点十点就过了。有没有一个时间点叫十点停在那里，让你等着它来？我们是规矩上大家同时遵守这个时间叫十点。可是时间有没有停留过？有没有一丝丝的时间停止过？在电稿，我们在生活上觉得时间到了，可能是过去，可能是还没有到，但是状况上到了，马上刹那不可得，所以现在不可得了，就没有这个时间线可得，怎么样去时间就不可得，怎么去法可得呢？你偏偏要先成立时间线，然后去说去法可得，这是很荒谬的。听懂意思了吧？我们要稍微理解清楚了，时间可不可得？时间可不可得？时间不可得啊！有没有一个时间叫做十点停在那里等着你？时间，给，搞，请他们进来，请他们进来。所以呢，我们往往很多就是被时间给它框住。时间上可不可得嘛？我们现在在生活上觉得有一点两点一直在转，一直在转，实际上时间不可得嘛？时间不可得嘛？我们一个时间一点，你一点都过去，一点都过去，时间不可得，去法怎么可得呢？我们不过只是觉得啊，现在是十点以前叫过去，十点以后叫未来。事实上，有没有一个真实的时间叫十点停在那里，让你感受到？没有啊，事实上真的是没有啊。可是为什么我们生活上就觉得有？习惯了，听懂吧？习惯了。你今天骂我一句，我就回你两句。为什么？习惯了。今天夸我去，我夸你姑姑啊。你夸我，我夸你姑姑啊。为什么？习惯了。这个时候就是执着的
习气给框住了。我们要打掉就是这个习气，要打掉就是这个习气。所以这个龙树菩萨基本上他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开心的公司，已去不可得，未来不可得，已去未去，现在也不可得啦。确实现在不可能了，可是外道偏偏说：“哎 ，no， 我要说的是动中有处，动处中有去，动作的当下有去法，所以他要先成立动作的时间嘛，听懂意思吧？他要去成立时间，然后成立去法，然后成立去者，刚好是违反了一个怎样大原则？时间可不可得？各位觉得时间可不可得？”时间可得吗？这不可得吧？两年之后进入状况了，好像有醒过来了。时间不可得，我们会觉得时间可得，是因为我们的习惯，把它定规掉了，习惯我们被这个时间可得怎样感受到了。事实上，时间本不可得，只是我们现在觉得，现在就大概了解到什么动作、什么时间做什么动作，是一个规矩性的，一个习惯性的。但没有实体相，时间的实体相不可得。可是外道呢，他就要去什么？要去找去法的成立，他就先去找动作的时间。他说动中有出，哦，动处中有去，所以呢，有去法就有去者，就有去法，就有去的时间了。所以有去时就有去法，就有去者，哦，他就用这样的去。要去成立，然后住活动的当下有去法，你怎么说没有呢？这是外道的说法，外道的说法。那始终有去时，那这个时候就有去的时间啦、啊。他要先去成立时间相，可是时间相可不可能？不可能啊！那个时间是我们给他的啦。我们觉得我在活动的时候，我说这个时间正在活动时间呢、啊，实际上时间不可得啊。比如我们现在在上课，现在是上课时间嘛？不，上课时间一直在过去，一直在过去啊。只是我们被时间给框住，2点到4点在上课。事实上，有没有这个2点到4点有没有真实的存在？实体的存在，就是它不可能停止。哇，那天的天啊，我的天，我们永远都不会下课。因为什么？时间固定下来。我只能讲一句话啊，都不能停。你眼都一直眼睛都张开都不能张，为什么？固定下，只要你有变动，你就必须合理的去接受一切法因缘合，因缘合就无有实体相，一无有实体相，时间过了，会不断的一直在怎么样？过去过去过去，无常。所以这个计生它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它打掉了我们所有的这个习惯性的思维。我们会被时间给框，其实我们跳脱很多，我们没办法跳脱，就是被时间给绑住。我们这个被时间给绑住了，让我们进来不得自在。所以我觉得像虚云老丈他就非常很厉害，他有没有时间讲？一半讲的会讲一堂，会进，会进彩的，会踢出的，踢到底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夫？不管他体力好不好，他很清楚当下该做什么事情，就完成当下的任务，不在乎于他年纪的大小，不在乎于他当时该做什么，他只觉得当做就该完成就完成。为什么？为一切众生而努力。所以，当你在为一切众生而努力的时候，刚好符合佛教所说的“不可离小三而不为”。你为了你做的事情。很微小的、很微细的一个功德，你就不想去完成了。你反而什么？纵然是捡个石头，牵个老人家过个马路，都是怎么样？都是善事，也可能要这样怎么样？让很多人愿意参加学习。比如说有人来到我们道场，虽然他对我们环境不熟悉，对我们种种的状况并不是很了解，但我们一接待一切众生可以入佛门的角度，我们要怎么先随顺他。所谓什么叫随顺？随顺不是随便他，是随顺他引导他入门，入门之后才让他怎么
原来佛门大海啊，有这么多高深的智慧值得我们去学习。我们就可以怎么从中呢去学习到非常非常多的佛法的什么真经，我们就可以去学习到佛法的一个真经。因此呢，这里能提到，我们常常就是从这个动中当中的嘛，就好比刚刚跟大家举例，你骂我，我就回你啊；你不骂我，我就不回你啊。我们就执着那个你骂我，我被骂的，我被伤害的那个，你把那个我看真的。在这一部论当中啊，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反思的借鉴，因为来去就有很多人啊，是是非非。所以为什么这个早上借用了这个法句经呢？这个法句经的一句话，这法句经啊，早上我们跟各位讲到法句经，就谈到若闻机会，当生堪忍；若闻赞叹，当生惭愧。因为没有来去相嘛，因为我要执着有来去相，我才会起烦恼。我不执着于来去相，何来的机会赞叹？不执着不代表没有这个事情发生，不执着是我心不相应于这样的一个烦恼所生出，那你当下就解脱啊。那你为什么觉得我被毁谤了？因为成立一个，就好比是刚刚谈的，你需要先成立一个时间，然后再成立一个去法，成立一个去止。因为你就好比石头生女儿，不可能啊，是怪道啊，常常就是在这个角度里面去起执着，因动处中有趣，就好。有一位和尚，他两个徒弟在吵架，师父就来了，就说：“哎，你们两个为什么吵架？”师兄骂我啊！那师弟就说：“因为他不乖啊！”你看，两个吵到最后，这个师父两个各打五十大板，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两个都被打？我们都是打架者，两个人打架。不是只有一个人的错，是两个人都怎么样？两个人都有错嘛，不会只有一个人错。你不相信他，你怎么会两个会吵架？你相信两个才吵架嘛？你为什么吵架？师兄骂我，啊，你为什么回他？因为他骂我啊，我怎么可能不回一下呢？问你空呀，真的就他一直回啊，他两个在那一过来一过去，就来去，然后怎么样？就比起来。烦恼就叫变起来，烦恼就叫变起来，因为你要成立我是对的，因为他骂我，为了要代表我是对的，所以我必须先成立他的错啊。可是此错可得吗？此错不可得吧？你必须先成立你的对，那你就要你以为你都是对的吗？你的对是因为他的错才代表你的对，那你这个对也是错，不能执着，听懂意思吧？这是要套用在佛法的学习。所以为什么要打掉那个来去相？我们常常为什么你跟他吵，他骂我啊？哎，你林姐干嘛就动没了？就靠你动没了，动没了，那就是这怂这丑陋，这你不健康，不做的是这样有干部，那个狗生这样有地，这样有干部，受精要生灵。你讲我想无我想，你讲我讲你真正想无我想，得我听啦，都甲挂。你讲我因厝起火来，会才对这个国有有滴个万分之心，无。纵然这一之间，也无法度去影响着要发生的面，也无法度去破坏着生命的境界，因为无来去，无有来去相，这才真功夫啊！我们就是很容易计较在这个来去当中去找一个对跟错，你的本无来去，你还去来去中找一个对跟错，那你更得的。我们就来谈这个道理啊，我们就来谈这个道理。因此，我希望我们在这一部经论的一个诠释的一个过程，也刚好让我们清楚去思考。我们很多的一个烦恼执着，就是先。以我的执
着我慢而成立了很多很多的妄想。好，我们再看这个句说，说动处中有趣，所以呢，词中有趣，所以呢，不是你说的以趣为趣，以趣为趣，我可以承认没有趣味，可是趣事中有趣嘛，所以他要去成立趣事有趣嘛。哦，好，我们还是在讲第三颂的哈，第三颂，我们再解释第三颂，我八十五页这里。所以那龙顺又在回应他呢，云何于趣事？因为外道成立趣事有趣法，听懂意思吗？龙顺菩萨一开始就说，时间不可得，所以趣法不可得。可是外道偏偏要去说时间可得，所以时间可得，趣法可得。所以龙顺就问了：云何于趣事而得有趣法？你下面不要再去掉呢，就是那种时间的不存在，时间的。时间的实有上是不存在，你偏偏要去承认它的存在，你怎么会这么样的一个错误的知见呢？龙顺菩萨就破他了，为什么？他说：假如离于去嘛，去嘛就不可得了嘛。你偏偏要拐一个弯，去成立去死来说有去法，那龙顺就说：那若有去法，那离开了去嘛，去是不可得啊。没有去法就没有去者，怎么有去的时间呢？去法不可得，就没有去者。去法是应有去者才有去法，那去者应有去法才可得嘛。所以去法不可得，去者不可得，去死就不可得啊。你偏偏要去执着有去死可得。好，然后他就说，假如你硬要执着，若言去死有去，你硬要执着去死中有去，那有人是的有波折，这就有大的波折，这就是妄想执着，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妄想。去时中有去，是人有过失。这个以前禅宗有一个公案，有一个比丘女，她说她修行的，这个很有境界的，她什么一切法都不可得了，我什么都不计较了。她去跟一位发大和尚说啊，说一切法都不可得。当她要离开的时候，她开着门要离开的时候，这个。方丈和尚就跟他讲了：“哎呦，你的袈裟掉了。”我说：“那不是一切法不可得，你怎么还转头看呢？你怎么转头看呢？”以前有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笑话，一个打鸡鸡蛋，哎呦，我讲啊，天猫自己，一个有一个法师哦，做福建的，我讲，那土卡人真好拿去啊，露天在看。聊一聊，我讲啊，台湾人真好耍嘞，你看，地主你搞骗，不可得的事情，他一定要执着可得。所以呢，龙树坤说，去法不可得，去怎么会有去？去没有去法就没有去的，怎么有去？你一定要说去死中有去，这有过失的啦。他不是在谈境界，不是在谈言语的争论。这个我记得在课堂上讲过好几次的公案，我非常喜欢这个公案，就是广清老和尚，他的徒弟李大鹏就去跟师父长大去顶礼，师父弟子呢诚心的学习佛法，希望师父教我如何破我执。一大早就跟和尚说要破我执啊，师父记住了啊。师父就记住了、时间也过了他就经过一个早上下午刚好客人来啦，要来参访，要来跟老和尚，要跟老和尚这个请法啦，老和尚就请那个侍者进来了，这个侍者进来一进门站着嘛，老和尚坐着嘛，开口就骂，这不大好事，我坐你徛你又喊过来啊，哎，就坐了。啊，那工人挂的话，伊就坐了。你徛也是这样子，伊规个面拢红起来。那规个面，啊，徛就这样的。反正他怎么做，就对和尚怎么骂。骂完了，然后让弟子要皈依啊，他就很习惯了、平常皈依的法号都他在写嘛，皈正他在写，他就皈正，他就开始写。
团体团体的关系啊，然后是怎么样？你看，报道好些，如果换到侬家庭头，啊，侬国外存在啊，那团体团体侬在一些，奇怪了，我看漳州侬人民今天你又没干操好，你哪行啊？对，老百姓也该做存在，人客拢走，啊，不接受人家的做平衡，困好啦。为什么我一下午你就这样子？这样子人去，这样你搞美好，我做民主，老公我美丽哦。我徛下面，坐下面，写写这个规矩下面呢，啊，我到底没事，我做来做民主，哎，你搞清楚了，一大早是你拜托我教你破我子，你搞这个美华，还上不去？是你拜托我教你的，我在教你这功夫，你还我来过去。刚才恐慌到，哎呀，恐慌地主就是安啦。师傅啊，我若不要搞，把证明给打破毙命啊！不对嘛！你看，他爸非常的惭愧说，原来有时候啊，言语说的跟内容是差别那么大，应有来去向嘛。有时候客气说，师傅啊，我若不要你就搞，把证明给打破。按做也未得，按做也未成，我嘛要对人我那做得较好，要那做较好。应东西因缘如何化，利因缘如何化，有没有方法固定方法叫怎么做？没有，一切法本无自性，应无自性，一切法皆可得，本来就如此啊。所以这个结果，那位弟子对老上说明，你妈老上，老上没有说他对跟错，老上只告诉他。你往往我们就是在修行上怎么办？忘失了自己当时的发心。是你要我教你破我，我真的在教你的时候，你反而起执着。我们都知道来去不可得，可是渐渐一来，我们来去皆可得。你为什么骂我？哎，刚刚早上在诵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输给你了，输给我，给我。我他妈来就被骂了，刚刚那个赵建如今后已经忘记了，就跟着说那么奇怪话，你看，没有办法运用得上，何以故？因有来去相，因有来去相。哎，有时候我们在诵经的时候，在诵经那些，哎，不摸熊不理熊不正熊总不修家常。哎呀，说那些啊，姐夫，那个靠腰，哇哇哇！为什么我会产生那样的一个念头？因有来去相，因有来去相，所以起颠倒。所以他这里要教我们：若你执着去即中有去，这个也是有很大的过失。基本上，我们很大的过失就从这里来。我们往往自己忘了我们的菩提心，忘记我们的菩提心，就很容易很多的过失，就很容易很多的过失。忘失了菩提心，我们的过失就大了。虽然若你一定要承受一个不可不去习，这个就好比嘛，这个石头生的女儿，我们就说石头不存在。每天说有啊，他有女儿啊，他的女儿长得怎么样？所以一个女儿长得怎么样，要去成立石头的存在。石头的女儿就不存在，你偏要去找石头的女儿，然后去成立石头的存在，那你跟着点都不对嘛。我们很多事情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盲点上面去思考，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